男生，我们就不拥抱了啊！起来，咱俩来也没有枪啊！你俩声还没听着吗？这看面相啊，你们这软棒太软了。玛丽，你俩一听，不，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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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你一会儿不吃吗？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呢，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我还吐了。不是我说，岁数大了，录节目真好。 三尺九的腰，你这眼睛过来给哥挡着。这玩意儿眼睛，哎呀，你怎么像猪八戒似的？啊！他后面肯定有。哎呀妈呀！也没塞钱。哎呀，哥，来吧，服务的。腿给你夹实了，这就是 boss work。 哥，你以前听过呀？哥，你是怎么的？走是不走？你挡道了？那我想试试，如果不系安全带，我就这么俩手勾着行吗？ 你面试了？人家张姐姐，把腿踢下去。你现在多少斤？今年长胖了多少斤？我告诉你，现在人设是勤劳的人设，是吧？吓我跳，我以为是我马丽。马丽是杨勇过来。劈叉，完了之后一个后轱辘毛，一个劈叉一个后轱辘毛。你是怎么的那个找着新搭档了？厉呀。 想弄死你哥呀，就是！地毯还动了呢，梁花哥，还撕我方帅上了！哎呀，哎呀，你看，还晃晃的呢，溜达呢，搁那，让他们快走两步。腾哥快不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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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弟呀！ 哥，想你哥，想你。哎呀，男生我们就不拥抱了啊！我可不干，我就不行。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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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来来来，各位嘉宾，请往这边站。啊，来来来。啊，来。 上来就干活啊？那当然了。腾哥，你这字挺大呀、啊。我看，<笑><笑>嘴还这么碎呀、啊，这么多年了哈。来来来来来，开始了啊！欢迎大家啊，来参加怀柔敬亭的齐国仪式。哎，让我们热烈欢迎本次提国仪式的东道主白敬亭先生上前领取自己的主持词。 主持，主持，这边你应该抢过去啊，把这几个字。哎呦，你弟弟够有眼力劲儿了，一直在那敲锣，要不然更尴尬。<笑>主持词，<笑>来，那么现在我们就给白敬亭先生送上火锅。行，在我心里先生呢，我拿一下。啥呀？自嗨的那种。<笑> 这玩意儿看着太珍贵了，哎呀，这锅小锅漂亮啊！哎呀，这锅小锅漂亮了，这锅好精致哦！这感觉像是咱阿尔山那个打包回来的。<笑>好，吉时已到，我们请白敬亭先生邀请伙伴们与自己的爱锅一起热舞。<笑>热舞。 就这天气真的是热舞，跳啥多冷的舞都是热舞。<笑>来吧，静婷，来吧。哎呀，哎呀，<笑>领舞，主领舞，来，主领舞，主领舞，怎么跳来着？那个，我都看见。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三，开始吗？二，一，走。 只是就我俩的爷们儿，我以为大家都一起热舞，我一回头呢。想问一下白敬亭先生，现在的心情尴尬吗？我<笑><笑>这一身汗。<笑>行了，咱吃饭去吧。走啊，吃饭去了，走。
瘦了呢，弟啊。我瘦了吗？我说他长个儿了。瘦了呀，他个儿还长啊。哥，你摸一下。哎呦，什么结实？厉不厉害？可以啊。哎呀，小童，往里坐，挨着你丽姐去。你坐，你去啊？不去啊？就让一下，没一秒都没有。走个形式。贵州人民的热情。把一个瑶族传统的鸣枪仪式，只有贵客登门才会在寨口来放枪，欢迎大家。哦，那这儿还可以拥有枪支啊？它是火药枪，是有备案的啊，有备案，而且是作为这种传统民俗表演来呈现的。那我们可不乐意了啊！我们俩作为请来的嘉宾，我俩来也没有枪啊，那我俩也不是贵客呗？你没看着啊？你俩声还没听着吗？哎呀妈呀，行吧。好，那大家现在组合一下。咋组啊？那这看面相啊。那就按这样呗，那就这样呗，顺着来呗，按座位。哎呦呦呦，两个美女一组啊，跟小孙子一起。哦，你们这软棒太软了。哟，钢筋都在里面呢。要不要试一试？太软了，这个。哎呦！哎呀，还是腾哥够意思呀！节目组都没舍得在咱俩身上花钱。哪组咱们先开始？那就那个，玛丽，你俩先开始吧。不，你也起来啊！我起来。你也起来啊！长辈嘛。那看看咱长辈让哪个晚辈先开始。82的。这不是我。哥，你咋的？你一会儿不吃吗？你下手这么狠？什么玩意儿？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关键腾哥，你两个都招，你就不好受。我不是，我这人就这么真实，弟弟们，你哥教你们做人就是要真实啊。明白了。就找红嫂说的，哥就吃了，崩你！不晕过就不行了。62，85，这一直没下100呢，快赶紧！看见了还？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呢？哥，你不能所有人都得罪，你快吃。给打出来，大嘴给打出来！怎么龙门吐骨啊？给打吐面了，你这是龙门吐？给打吐面了，你这是。一会儿我们是换个碗啊，可不用这碗啊。那个下一把能不能咱四个一起来啊？这是看真馋真饿，这是哎呦我天！一块儿吧。这是啥？哥，吃完了这桌客人，我们得翻台了。这个不用换，这个我没动。就把这个面换一份就行了。不，我吐，我这是吐在碗里了。等一下，我暂停一下。不是，我说抄了。哦，不是抄你，哥，我错了。玛丽，你安全了。我。三十三。麦瑞是，看看我哥，打我！啊，快，就这个机会一碗汤了，快！我饱了，哥。好，
吃饱了，一碗面。白雪刚获得我们的豪华的哇，好，好羡慕。姐，住。真的？来，这个是你猜的啊，弟弟。这你猜的啊，会来事儿，会来事儿。岁数大来录节目真好。你不，你光是岁数大吗？你人格魅力呢？哎呀，是吗？你还我还有人格魅力29的腰吗？哥，你写谁？我写的 Z 姐，玛丽2尺9腰。你3尺9的腰，你才3尺9的腰，你依然是有人格魅力的。谣言就这么出去的，3尺9的腰。哎呀，所以我因为这事儿我也得到了报应啊。我指不定住哪儿去了，茅厕。我误差值21.6，差一条腿出去。可见呢，平时腾哥这个认识这么多年，脑子里的玛丽，我就看脸。这一头小猪、啊，我就看脸。哎，你刚才这个是潘姐手晒黑了吧？不是，姐挡了脸，我给她挡额头。过来，给哥挡着了。这玩意儿也争啊！哎呀，你怎么像猪八戒似的？嗯、啊，八戒。嗯、啊。脖子上吗？嗯、啊，我听不着，系脖子上吧，咱们。我听不着，玩游戏呢，搁这儿。就这屋躲啊？我这往哪躲呀？就这么大个屋啊？就这呀？咋整啊？这也没啥藏的呀、啊，哈。没啥藏，就是躲草洞。开始吧，赶紧的，我们也不藏，快点的吧。太气了！哎！在哪儿？干这有一个，看这有一个。我不是，不是，他后面肯定有。这丽姐，丽姐是丽姐吗？不是，腾哥。我谁呲溜一下就过去了，这还有人？藏上啊！我告诉你，这丽姐，这还有一个，只差一个了，只差一个。太烦人了。你不来我也不能陪你玩呀。不是，我在那待好好的，程程拿那个鸡把人引过去了。我那地儿多安全，真是。你在哪儿啊，程哥？躺在那个沙发背上。这不我说。程程把你俩引过去了，拿那个鸡叫。不想让你好。来吧，起来吧。一下就能摸着。对，不是。我是最后一个，我哥那两下啊，我哥被我害完以后，从那儿翻下来那两下，有点杰森斯坦森的样子。我跟你讲，腾哥，绝对练家。那一刻，我觉得腰椎啊、颈椎啊都没问题。小腾，你最伤我的是摸到腾哥的时候，你说丽姐吧，摸半天，就这个厚度。主要是我没。挨过气的，照我的脾气，我宁可被抓，我也得骂他一顿。出发，走。姐抱你上车啊。没。哎呀，这绅士的。哎呀，谢谢沈老师。谢老师。哎呀，沈老师，我兜里也没揣钱。哎呀，磕死我！哎呀，你这是怎么服务的？怎么服务的？腿给你夹折了。哎呀，腾哥，你前面有个东西，头上不动啊，这是个虫子，花大姐。
哎呀妈，哎呀妈，啪，啪，一啪进嘴里，进嘴里，差一点。好，走好了。哇，大姐，呜呼！哎，我有件衣服忘拿了呀。啥衣服？进山洞不是凉吗？你没准备外套，那能行吗？不能，那20多度能行？没事儿，说凉不至于凉成那样。那可是山洞啊，凉就出去再待会儿。哎呀妈呀，这嗝！哎，我拿着一顿往你那里边一顿，像没坐过车似的，这一天也安全。自己从哪又捡个笑？想起来上次他开车了，瞧不起这瞧不起那个的，自己倒车不是差点撞墙上去。给我们笑的，我们在那车上。腾哥，你给我看看我后面的空调给我开开呗。你后面的空调啊？这儿有钮吗？不行，没有风。你前面我还真不会。嗯，算了吧，我忍着吧。你也别忍着。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开车，好好开车。好点没？好点了，好点了。哎呀，我跟小白，咱俩穿短裤哈。啊，对。行。说明咱俩身体好。你俩小心点，那个岩洞那个滑着。哦，明白。行。明白，我们注意一下。哎，里面有耗子咬你们腿啥的。哎。哎呀。来啊。呸。哎呦我的妈。太黑了。哎，这么大洞穴。啊。这么黑啊。啊。哎呦我的妈。妈呀，迷糊啊，这个。这真迷糊。我这太高了吧，这也。太吓人了。哦，大喜啊，你可慢点啊。没事儿。不是大喜慢点，你慢点啊。我确实晕。给我整轱辘下去，我也有点。哎，真挺凉快的。我这喉咙、啊啊。好舒服呀。我喜欢冷，我不喜欢热。一热我就胖了。冬天在东北拍戏，那小脸儿老好了。可紧实了啊。可紧实了。嘴也紧实。嘴严。烦人。慢点啊，这好多都已经结晶了。嗯。哎，这个票拍呀老漂亮了。你把上面卡一卡，往上点。对对对，再往下一点。快走吧。堵车了。开不下去了。快走吧。哇。咱下去探探险去不？你去吧，哥。哥，你去，我们给你顺个绳。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差异性溶石，就是岩溶里面的那种差异性溶石，它是重新结晶的。哦。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boxwork， 它是成一个箱状。哦，这就是 boxwork。哎，对对对。哎呦，哥哥，您以前听过呀？以前听过。嗨。嗨，主修的就是这一块。不说不提了，不提了，搞得就像我来卖弄一样。这个洞是怎么来的？这个哥，你是怎么走是不走？你挡道了？别人给我照个一寸照。手机没打。静婷给照一个一寸照。我的。反光不？贼像底下矿工。是不是闪闪发光？哇，不灵不灵的，好漂亮，这是我最喜欢的。发了发了，快发闪闪发光。哇，哎呀，太漂亮了。玛丽最喜欢这种不灵不灵。对，你慢点了，一步一个脚印，就说的是这意思吧。咱俩就扶着小童。小童，对，你俩扶着我就行。特别像带两个老年人出来，特别像带我父母出来旅游。父母都比我俩能走动动道，都比我俩灵巧吧？你折折折，哎，它不是平的呀，平的咋滑呀？我有点害怕。那玩意儿到哪儿啊？你有点啥呀？这不是跟蹦极似的吗？到那儿怎么落地呢？哎呀！哥，咱俩算了。
哇，这个是有点刺激，这个我心跳梆梆的。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就脑上有点充血。哎呀，妈，我手都凉了。大喜胆儿挺大呀。哎呦，你忘了吗？跟个男孩似的。大喜是胆儿大还是厌世来了？我应该抓哪儿吗？一会儿我想试试，如果不系安全带，我就这么俩手勾着行不行？你厌世了？我去。你想不想试试？就是在这打架呢。是不是有痒？又有点痒？对对对。我也是。姐，这样，就你俩要都玩索道，我就玩。你俩有一个不行，我就搭伴给你俩下去。玩吧，都来了，来都来了，整吧。你来啊，丽。来吧。你腿咋还打吊呢？我也敢去。加油！加油，丽姐。哎呦我天哪，不行啊，心脏有点跳得太快了。我也在跳。我一点点下是不是也行？对，先站住，先站住，我先帮你把安全措施做好。哎呦不行啊，我太害怕了。没事儿，丽，你放心吧。我握哪儿啊，教练？丽姐啊，你这样啊，你下去之后，你到那个终点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还行，你告诉我一声，你就喊一声，你就喊一声。要不行，你喊两声。我真的，双手握一把。啊，他就过去已经这样了。加油！一咬牙一跺脚。好，先站起来，站起来，慢慢推到边。加油！推到边。我蹦极都是人家给我踹下去的。你还玩过蹦极呢？好多年，十几年前了。不行不行不行！喂，不行不行不行！丽丽，玛丽，丽丽，加油！加油！不行啊！啊！不，你这上香来了，你这是？我害怕啊！加油！来吧！一点也不害怕。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妈呀！你这一下，姐姐，你就闭眼往后一蹬。啊！你们不是露营节目吗？你干啥呀？这是啊！姐，你就闭眼往后一蹬，征服大自然。教练，你帮帮我呀！站起来，我站不起来。站起来，往后稍稍，往后稍稍。帮你往边，你往边。哎呀，我真的不行。丽，我这我也帮不上忙，我也不敢走过去。姐，你先站下，你别卡着屁股。我不行，我坐着下行吗？你先走到边上，要不卡屁股。让他吞到边吧，他走是走不起，走不到边了。先蹬起来。我蹬不起来，我腿是软的。哎。哎呀！赶紧扔下去！列三二，加油！教练。一，走，这把腿踢下去，走，都到边上了。挂着个辫儿，鞋别掉了。放松。哎呦我的妈呀！很棒。最规矩的滑回去，这方向都没改。Mary， 太有效果了。太吓人了，哎
你好。挺好的啊，我在这耳朵我都听到了。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声音。太吓人了。哎呀，过来就好了。我丈夫这个腿都抖了。现在需要出发团成员推选两人，相互提问一个问题，用答案发声的方式吹灭蜡烛，有一人能一口气吹灭全部蜡烛，即可全员获得调料。腾哥，你俩组合。腾哥，你问丽丽，你配做我朋友吗？你说配。啊，这个字儿好发哈。走，来吧。从来没这么积极过。我先问你啊。好。你现在多少斤？不告诉你。哎呀妈呀，你喝辣来了上这儿啊。你今年长胖了多少斤？不告诉你。丽姐，他想拿什么东西吧，他也不说。他就在那儿定格。他就在那儿定格。哎呀，也要下去、啊、就一个姿势。对呀、啊，你说你不拿一下就完事儿了呗？那不好像咱挺懒似的哈、哦？就是啊，现在人设是勤劳的人设是吧？现在呀，勤快。哎呀哎呀！我妈，腾哥现在确实勤快，干活照顾人儿，那真是怎么事儿呢？是年龄大了吗？年龄大了，勤再不动弹动就彻底粘上了。这折耳根就是个摆设，也没人吃啊。吓不跳，我以为吐往碗里了。太吓人了，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呢？太快了。你吃了？啊，对。妈呀，你能吃这个？好吃，好吃。他四川人，我也能吃，我爱吃。啊？我爱吃。哎呦我的天哪，多腥啊 ！No， 这个绝对是一项技能，这个。这算特长展示了是吧？这真的算特长展示，十个人有仨人能吃这玩意儿就不错了。是是是，来一个哥。十个人有仨人能吃这玩意儿就不错了，吃这玩意儿就不错了。哎，腾哥脸色大变，这和我一想就整个不一样啊。你真能吃啊！我爱吃，但我第一下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第一下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就这次就突然不爱折耳根了。没想到。对，哎，我呸！谢谢各位大哥。这店干什么？走字儿呗。我觉得腾哥可以少一点。腾哥哈。嗯。老被叫别人掺的。穿过他的一人给20。腾哥是这里岁数最大的吗？当然了嘛，这哪节目不是啊？是吗？你比兵哥小吗？大。大。你兵哥多大呀？我们请腾哥就位，盆儿下面就位。哥，你往前点偏了，再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我都听你们摆布，反正。再往左一点。一步，再一点，再一小步。听见吗？腾哥，什么？别说，不行，音量绝对太小了，他都听见我喊他了，不行。哎呦，少少，
哎呦，啥也听不见，也别这么大声了，脑浆子都破。先来腌东啊，肠，然后这边那个骨，对，这，哎呦，老丁头，一个老丁头，欠我俩球。不，咱也插，来插。这个不冒烟呢，往上冒烟，对，冒烟。不是，烟拽直。还有15秒是吧？再化烟，对，真香。再化烟。这个老丁头长大了，这真香。这是我们没找到用笔，你知道吗？火锅。啥？火锅？作弊了？没有，这能猜出来是火锅。对了，你告诉我这怎么吃？怎么猜出来是火锅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是火锅的鸳鸯锅的中间线。耶！对，这个是一个锅。对。然后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辣椒。螺丝椒啊，对，别解释了，赢就赢了，行了。这个像螺丝椒，不跟他们解释。对了，就是对了。就是对了，咱们解释啥？这就是团队的默契，没办法，团队默契，羡慕吗？画个老丁头能猜到火锅，就是默契。你想怎么整？气人就是。这就是默契。对，太气人了，太气人了。就直接画结果，这个最无聊。花瓣。哎，花瓣。花。哎。对。花。第二个字是花。哎呀呀呀呀呀呀！一个几个字？三个字？太恩。能不能不比划，哥？能不能不比？咱你们刚才不是比划吗？没花，没有花。脚啊！梅花鹿。你们这样，你们把笔放下吧。哎，我们有花吗？有花，这跟梅花真有关系吗？这不是脚吗？这是哪个脚？这是胯底下的脚还是脑袋上面的脚？大喜，咱下来别说话，容易露怯。这话挺好，话挺好。该谁了？我觉得兵哥一猜就能猜对，兵哥细节控够呛。细节控？你们画这玩意儿有细节吗？他控谁去？哎呦，这是什么品种？哎呦，哎，我知道了，画两个东西，咱们画两个东西。你们画一个东西画准确了，我就算你们赢。都不用猜，能把那东西给我画出来，我就算你们赢。哎，我们先画兔子，好画两个大耳朵，是不是？好，可以。我从这边让兵哥从这么看啊。等会再换一个，这样就耳朵没画完呢。他们到现在都没掌握怎么画能画好。你除了那个蘑菇，说实话，其他画的也够呛。哎呦，好香啊！哎呦，好香啊！可以。哎呀，好香啊！天，兔子，属兔。这怎么？这是怎么？兵哥后面长眼了。我跟你说，咱们猜说放的是歌，他们猜说放的是导演的提醒。这能猜出来属兔来？没有，哥，刚才那个方炫提醒了我，他这里整这玩意儿全是咱玩过的。细节控，真细节控。来吧。我以为我的美术底子就够吓人的了呢。你们都是毕加索的好学生。俩字儿啊，俩字儿啊，俩字儿，拉，先拉过去嘛，先拉一条直的。银河。落九天。银河能猜出来？银河。茄子。走，拉直。菜刀。这边。倒是一直在。锯。弓箭，再画下来。好，上那边。能不能画上去？盲猜呀！甩出水！使点劲，使点劲儿。好，来继续。这是什么呀？铁丝网，这是。然后这边，来。哎呀！钢丝球。晕车，第一个字儿，
那是第一个啊。跳床。这团队的默契，这默契。完胜吧，完胜。就愿赌服输就完了啊。让人家观众看看他们的画画功底，看看，好好看看，得从我们这边拍啊。吊床是这边的视角啊，裤子是这边的视角啊。手心手背背背背，你怎么还变呢？这玩意儿也变，我就跟你一组。你说这组这人，哎呀，手心手背。不行，多了一个，不行不行不行，4v4永远也不会。现在比如说就我仨，完你们再有一个单的就出来。那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我不太愿意去那边。你看你们不愿意跟腾哥，我愿意跟。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那个玛丽是这样的，玛丽是仰泳过来。不是玛丽姐滋，玛丽姐滋。啊，你滋的。小白，你就那什么 popping 过来。请问你那个 popping 是怎么的？这么就来了啊？ popping 就这个。这个是 locking 吧？ locking 吗？那么该大活了，有大活。大活，赶紧想一想，腾哥。大活，腾哥。腾哥。这样吧，腾哥，你劈着叉过来，怎么样？一个劈叉完了之后，一个后轱辘毛，一个劈叉，一个后轱辘毛。你是怎么的？那个找着新搭档了？这不都在这儿呢吗？阿丽呀，想弄死你哥呀！这是。哟，哥哥，你给我们出题的时候，可比我们狠多了。我就这样，我不直腰，我不直腰走过去。你趴着过来吧。这样的。行不行？这老累了啊！不是你趴着，像程程那样，就趴着，趴地下。欧阳锋啊，趴一下，这样的。趴下，对对，趴下，趴下，趴下，对，往前走，往前走，对，就这么走，就这么就行。你颈椎也不行，腰也不行，我们现在只能用你两个胳膊，好不好？就这样吧。姐，腾哥正在往你正方面前进，腾哥。正方面。这。你的十二点半方向。十二点半。那是11点半。这儿、啊。OK。这儿。快到了，告诉我啊。他还有2米。怎么地毯还动了呢？哎呀，凉快不？哎呀，凉快不？还呲我方旋上了！哎呀，走。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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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半天了，就等你呢。上不去坡呢。都买完了，你们？嗯。腾哥，你也买了？没有呢，我看不剩啥了。你剩不剩啥？你也得进去看一看呀。你拿那帽子吧，我不行，我替你拎这箱子，我替你拎这箱子。一百个心眼子，哎呀。沈腾、玛丽相爱相杀，我还能看一百期。妮儿，你说你辛辛苦苦做饭，玛丽说你像蟒蛇。纷争开始了。咋呀、啊？干啥呀，玛丽啊？疼？你不刚才还迷糊呢吗？这会儿不迷糊。快呢！这会儿不迷糊。非得追。你也不迷糊了，你。我笑累了，脸都有点笑僵了。一般假笑僵的才快呢。丽姐可善良了，谁说点啥事就笑，其实她笑点可高了呢。完了，僵的就快。别人今天动作慢了啊。这还慢呢。我以为来了就能吃上你。你以为来了有人喂你呢还。他脖子挂了个料包，我以为那就是个装饰的包。完也没人提议。哥，我们能不能帮点小忙？不用，做你的。我的蟒蛇哥。冰儿，你说你辛辛苦苦做饭。玛丽说你像蟒蛇，真的。干啥呀？干啥呀，玛丽啊？疼？你不刚才还迷糊呢吗？这会儿又不迷糊了。这会儿不迷糊了。这会儿那么快呢？这会儿不迷糊了。非得追着。这会儿你说你。你真是个长舌妇，是吧？劲儿大，完了舌头长啊！姐，你也不迷糊了，你。我再抓着你，我再吐。哎呀，我天哪！你说你年轻人，谁也不拦他一下吧。我打扰你们，还打扰你们二位搭档在这儿。哎呀，丽亚吃个瓜，我不吃瓜了，你吃吧。跑晕了。哎呀，这岁数了，何必呢？第二个腾哥选大喜，就可一个人欺负，我信他不迷糊。如果大喜输了，他就已经变成输组了，你就不能。好，玛丽姐。小童，玛丽姐，他叫你。别吐了啊，等会儿还得吃饭呢。这还吃啥晚饭呢？都吐出来了。那能多吃点。好好，嗯。你玩等会儿解决我肚子上的肉。是这样吗？对，是这样。对，穿那里面。哎呦我的妈呀！小了啊，号小了。再大声点。妈，坚持往他俩上啊。好。坚持。哎呀，也行啊，我这啥事儿啥问题没有。OK， 准备吧。来吧，来吧。姐，挑战开始。哎呀！咱俩别扔了，咱俩就互相吐吧。等会儿，我俩都看不着对方。我俩都看不着对方。对呀，还不着急。等会儿。哎，打中了！哎呀，我打脸！哎呀，我打脸！打人不打脸，不知道啊！打脸！哎呦，打脸！
打脸，打脸，哇塞，哇厉害，找你，找你，时间到，来吧，揭晓答案，数球吧，腾哥你没几个，丽姐输了。哎呦，谁给我整满了？这小童和刚和程程刚扔的不算，所以纯计算腾哥和丽姐应该是腾哥获胜，所以成功交换秘密位置。走，起，走吧，走吧。哎呦我天哪！我说咋这么沉呢？我为了让得到你的秘密，我煞费苦心呢。哎，我给你缠保鲜膜啊！真行，真行！我活活吧，二位。烫头发呢？就上面一层，哥，你缠这什么呀？行了，可以了，只要不刮头就行了。好了，一会儿我给你缠一点啊。孩子报复心那么强呢。好了，不刮头发了。不，谢谢谢谢。没事，姐肯定是真心的。姐就真心的，我给你缠就是违心的。挺好的，来吧。那我们下午都白折腾了，就被他们就替换了。我不行，我要求跟腾哥石头剪刀布。我不服。腾哥你就让着丽姐吧，她手剪刀布就是对呀，是不是搭档啊？你女生都问你了，是的，让你女生都跟手剪刀布。我早让丽姐了，我有我的难处，来吧，三局两胜，先说好，随便啊。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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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默契、啊、你们下午商量好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这你都好意思赢，就是我就没赢过他几乎。我笑累了，脸都有点笑僵了。一般假笑僵的才快呢。善良，丽姐可善良了，谁说点啥事就笑，其实她起跳点可高了呢。给面王，给面完了僵的就快。别人还用不用帮添点火？不用，哥。冰啊，冰啊！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冰啊，可坏了，可坏了！哎呀，声音老师，看所有的地基都拍一下，沈老师。哎呀，你难了。主打一个温暖。哎呀哎呀，辛苦了！哎呀，还给擦嘴。哎呀，哎呀哎呀呀呀！这一趴有了，有了，有了。哎，都学会了吧，弟弟们？一会儿。就整那没用的，一会儿是整上厕所了。225一次，260，350，哎呦，360，360，腾哥你有多少借我？365，借我10块，我100多，100多都给你。哎，我基本上我一打眼，我基本上我都看出来了。嘉宾，我。大喜，大喜今天穿的特别像打猎的。接下来就由腾哥来给大家请出第一道线索。哎呦喂，早早，中午了都还早早。中午好。有人吗？腾哥可以换一种方式，可以再凶一点。这个可以了，上线索。哦，喜欢这种态度。嗯，哎呀，怎么了？咋的了？哎呀，完了，没后续了，哥。哎呀，就是一个语气词，还有什么后续啊？你觉得你自己瘦吗？你觉得你自己瘦吗？拿着，你咋这么瘦呢？现在，你咋这么瘦呢？现在，怎么做到的呀？哎呀，乖巧了，主要是自律，不吃不喝一天。
冲啊！杀！杀呀！杀！杀呀！杀呀！杀！欺负我们队友了还不往前冲，上上上，飞吧快，冲啊冲啊，腾哥那锅是最好用的。谁还怕这个呀？快走快走，咱啥也没有，跟他拼啥呢？逃兵！不不，我知道他想选谁。他想选腾哥。香饽饽，谁都欺负他，我也选腾哥。我在你们心目中如此伟岸吗？嗯，最弱的。来吧，选吧。一对一对一是吧？对，一人一把。玛丽，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老挑丽姐欺负。什么？我俩挑欺负？上把我还不保护她来着？谁保护谁呀？上把。上把大喜给你骑底下，不是我上去。你老找丽姐，毕竟丽姐集战力比你差很多，你找个男的挑，对不对？多少男的还能让你？你以为这比老爷们弱呀？哎呀，太不了解你丽姐了。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俩排多长时间？你这段没说过话都。哎，我赢了。你赢了，他赢了，这我去那个也行吧，我要这个吧。这小盖子看都看不着。行，这给你，我要这个。来，准备。哎呦呦呦呦！哎呦！猎人必须输掉才能获得能量石。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上啊！喂！出呀！上啊！哎呦妈呀！哎呦不行，太凉了，太凉了！不是谁在底下掀我这个呢 ？Hello， 谁掀了？腾哥，我第一次见这垫子翘这么高。比人的高啊！哎呦，不行，我膝盖呀、啊，
非静止画面啊。我觉得是腾哥肯定了，猎人了。哎呦，哎呦，不行！哎呀，哎，哎呀，哎呦，哎呀，我都过不去这个板啊！天哪，太……哎呦，我天哪！哎呀，哎，我天，太凉了！哎呀，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哪！哎呦！腾哥，你站起来，你这么泡水里过不去。我这儿到不到这儿能咋的呀？姐，啊，你就到这一晚就够了，你就可以上岸了。他都回不来，腾哥回来就算你赢，回来就算你赢。时间到了，那我这还没道理呢。我俩平局啊，这么看啊？小石头石头剪刀布决定胜负，一把定输赢啊！来。石头剪刀布，恭喜腾哥获胜。丽姐一直在输。猎人每轮游戏必须输掉才能获得能量石。丽姐一直在输。丽姐是不是也是好人啊？万一我是个坏的呢？连输三把的就是丽姐，只有丽姐连输了三把。丽姐是猎人。丽姐只有丽姐，丽姐是。丽丽，稳住，稳住，丽丽。我非常稳重，我到现在都没明白游戏规则。不骗你，你虽然你没明白，你没明白就等于是什么呢？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猎人。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杯，任他，人管他呀，管他。啥任他管他的，任他与，这不四个字吗？猎人了，不是，被，任他与他，他唱哪句？这，rapper 是吧 ？rapper 你是哈？被，哎呀，这都劈了，任他与他，风吹。没错啊，看得准吗？准！你别管我，你接你的不完了吗？哦，少了一句。你看你少，我就。时间到。还是大喜姐开始吧，冲下水。大喜姐开始吧，大喜姐开始吧。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哈！我一杯，给我一杯忘情水。哎呦我的妈！我这个时长是五个字的时长，他是。
清水。对对对，他顺水就流过去了。清水。铁狼，你绝对是了，哥。是猎人了吗？铁狼，不不不不，我铁狼，你不是在我刀？哎，你别，你别，哎，我不记得。忘情水，对你，在你这个岁数一定不可能忘。不是哪个岁数不听德华的歌？对呀，啊，谁不听华哥的歌啊？那刚才谁赢了呀？是匪，是那个狼赢了。啊，咱们赢了。啊，哎呦，这就赢了。你们赢了呀？哦。哎，导演，我可以把我的电量给腾哥吗？可以转他身上是吧？我走了，带走了也不能变现。不是，你能充你家电表里？你要拉倒吧！要真能充走，我真带走了。真的，多少人都回，你们艾伦就往家充来的。艾伦到家了吗？走丢了吧？他的智商。Hello， 各位，那我来宣布一下电量啊。刚才因为玛丽姐说要把电量分给腾哥，所以综合下来，拥有电量的最多的人就是腾哥。Mr. Tang， 那么来请腾哥来获得你的电量王的勋章。哎呦，我这好几期我都看着他们这眼馋，我谢谢。哎呀，请腾哥来完成立波电量王的许愿机会。行，我靠一下。这是真实的愿望。你许愿吧，艾伦许来吧。哎，真的。对呀，让艾伦哥在旁边站一天。我的愿望就是把大聪明变回来。